现在在艺术之丘，这边是布鲁塞尔的制高点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夜景。那我白天的时候其实已经来过一次了，然后现在晚上再过来看一次它这边的夜景。然后我必须说，我觉得布鲁塞尔的夜景完全比白天的景色好看非常多。白天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，就是一般平常常看到的欧洲建筑，但是晚上呢，我觉得它这边的灯光就很有气氛，就是跟米兰完全不一样。那布鲁塞尔作为我第二个拜访的欧洲城市呢，我是非常满意的。虽然说我觉得它这边其实特色就算还好，没有到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来这边看看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夜景这样子。那这边是比较高的地方，跟米兰相比，布鲁塞尔这边人比较少，然后车子也比较少，但是它车子比较少，可是它的车道却比较宽，所以整体走在路上真的是非常舒服。那如果你在米兰的话，就会觉得非常挤，然后车子的压迫感很重，然后满街都是人或车子。然后但这边不会，这边就很舒服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是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壁画，而且这边的壁画都很有巧思，就是蛮有意思的，就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涂鸦。然后这边路上的雕像也蛮多的。在米兰其实看不到什么雕像，不过在图林啊，假设在都灵那边倒是蛮多雕像的。然后看现在这个广场完全没人，然后这个广场其实就在那个中央车站旁边而已哦。然后中央车站旁边的广场竟然没有人，也是蛮稀奇的。